去接着玩。你为什么总要阻止我的行动？为什么总要跟着我？为什么要假扮面具侠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今晚并非是营救的最佳时机，你听我一句，我不能再等了，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。交给我，睡寒冰的妹妹我来救，我会救出你想救的人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想知道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站住！卢总，大家都在玩，你怎么不去啊？少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你跟雨晴很熟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哦，那可能是我误会。在玩？你怎么不去啊？少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什么人？好像是面具侠。有没有见过疯子呀？面具侠，面具侠！面具侠跑啊，他上去，哎，我也跳上去了，他一个大翻身，我也一个大翻身，眼看着我手都要碰着他的脸了。龙少爷，谁知道啊，面具侠突然就对我出手了，一阵拳打脚踢，我这身子骨哪抵得住他打呀？而且啊，他这是招招致命。哎，你说你们这帮辫子军没有一个人来接应我的，我当时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，让他跑了不说，还让本少爷啊挨了顿打。你看看给我打的，啊，看看，啊，我不知道疼啊。龙队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现在你可跑不了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，风老爷让我把你这个逆子抓回家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这儿是军部大牢。那又怎么样？
你现在是在质问我吗？是川岛英子自己说的，军部的大门随时为我敞开着，不信你自己去问他呀，去呀。对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。媳妇儿，你先把我松开，这么多人呢。我告诉你大侄子，这次你的祸可闯大了，风老爷让我把你抓回去，你就等着吃人肉炖竹条吧。走。哎，媳妇儿，我不知道，我这有正事儿办。下来，等，卢总，我鞋掉了啊，我回头我送回去。哈哈，明白。这下你可跑不了了。打，使劲打。我让你对玉玲好一点，你当好你的女婿。你说你往军部里拉什么皮条？谁让你去拉皮条了？我天天警告你，我天天警告你，低头买卖，莫问政治，你就是不听。你偏要往军部里拉皮条，那滩水深，是你那趟得过去的吗？打，我都不干，使劲打，别打了。我怎么了？我今天做的这件事儿阻止了军中的一场哗变，我解了冯司令的燃眉之急，他肯定对我特别满意啊。呀，小兔崽子，打打，住手！公公，别再打相公了，我就这么一个相公，把他打残了怎么办呀？少奶奶，你快躲开，别碰着你。管家，把少奶奶拖到屋里头去，让她好休息。你给我继续打，继续打，打打打打。不要打我们家小姐！风老爷，啊，黄金条子出好人，您可千万别手软啊！对，打，打呀！管家，你怎么不打了呀？打他！气死我了！这些天呐！